那等一下，我们的行程大概会先走图像的孔庙。那走图完孔庙的话，我们会进到我们的奥尔森林公园。那奥尔森林公园呢，我们穿过这涵洞，这是老人南中心，这里是跟友善的栈道，这里是樱花步道。那我们是的樱花步道，再到神社去。那我们整个行程预计在11:30结束，好不好？大概就先这样。那好，那我想看他都到齐了嘛，那我们就先从孔庙开始，好不好？那大家跟着南武的师一起走，好不好？那现在是在这里做牌坊嘛，
那排骨的话哦，它的等级等于是说是应该是诸侯或皇帝的等级啊，大家可以算算看哦，那为什么是最高的等级哦？我们传统式的建筑的话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哦，这个柱子有没有？哦，跟这个柱子两个柱子中间叫做一间。 六柱五间，对不对哈？六柱五间，那你看往上看，其实你看这牌坊很少有这么富丽堂皇哦。你是不是上面这个有屋檐的，有屋檐的叫做一层楼？来，算算看有几层楼？看你们算的答案有没有一样？好像是不，那么一个屋檐就一个房子。哦哦，哎，我讲的比较难，不过请讲。30多啦，十一，十一哈，没错了哈。所以说这个牌坊，它属于最高的，在我们讲叫做六柱五间四层。它外面写三个是叫菱形门哦，等一下，当然我们西面关系就没有到它外面去。它的菱形木字旁，菱形的菱哦，哎，孔子他有没有当官？那为什么他盖的建筑最是他的建筑，可以用到菱形门？因为他后来有被追谥为文曲星官嘛。那所谓菱形门，讲的就是天上的文曲星。那文曲星什么？就是管玄烨的，对对对对对。
一年365天都不开的，只有什么时候会开？嗯，对，除了教师节，还有其他的日子。总统驾到，你是现代来讲总统，以前人叫皇帝。皇帝来的时候，人家开中门的，这样，这个门才要开的哦，平常是没有在开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来介绍跟孔子比较有关，这里面有很多的植物，来，这里有一棵檀木，来一下哦，看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树，台上了哦，木字旁哦，树旁的楷，模就是模范的模。其实楷模早期讲的是两种树，一个叫楷树，其实我们现在叫做黄连木。楷树是怎么样的？那孔子他过世的时候，他的一个很好的一个门生叫做子贡。孔子的门生比较3000多人啊，但是其实我讲不止3000啊，但是比较有名望，就是比较出名的大概有72位，其中的子贡，他不仅在政治上，还有在从商上都是得到非凡的成就。子贡哦，刚好孔子过世的时候，他刚好在南海经商，他就匆匆忙忙的要赶来，对不对？赶来就是以前的叫是要过来守丧就对了啦哦。他很匆忙赶的时候，就随便的从路旁摘了一棵树枝当拐杖，哎，那一只就是黄连木，就是我们讲的楷树。哦，当然了，哇，就是奔到山东去，后面他就把它立在孔子的墓旁边，对不对？然后节庐在旁，别人都守孝3年，但是我们的子贡守孝6年。哦，当然是古礼啦，哦，但现在人大概是哦，哎，为什么他有办法守孝6年？哎，刚刚我跟他提示过了，因为他不仅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成就。在经商上，哎，就是说他本身也有很多的财富，哦，不然的话，我想跟他守孝3年，他们是守孝期间都不工作的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是说我们只能来讲，这用现代语来讲，口袋够深的，哦，当然，除了这个，主要是说他还蛮怀念，他也是说有一点对老师的一点歉意，哎，他过世的时候没有随时在侧，哦，所以说他别人都守孝3年，守孝3年，但是他守孝6年。哦，不简单哦，不简单。楷模、楷树就是黄连木，啊，模的话就是魔术，不是变魔术的哈，魔幻的魔，树木的树，魔术是吧？听说在周王旁边，啊，但是后来现在大家都是以前的记载了哈，就是周公的坟墓旁边种了一棵魔术，啊，那个魔术的话，一年四季，它的颜色都不一样，
春天是绿色的，夏天是红色的，哦，秋天变白色，冬天变黑色的，就四季。它重要的是说它四季的颜色，颜色青叶的是青叶，红叶的是红叶。美工这个啊，哎，像粉红，哎，什么绿，什么梅子红不一定，就是说它的颜色很正。所以说楷模，还有我们这个黄连木，它长的树枝第一个枝条它不多，它的树干一般来讲都长得很挺直的。就是说我们用楷树，它的正直，还有魔术它的正色，当作说视为我们一个可以学习的榜样。哦，楷模，楷模，楷就是讲的黄连木楷树，代表的正直，魔是魔术。其实我们台湾有一种植物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，叫做那个什么，绿叶跟什么，那个四季颜色都要改变那个什么？台湾栾树。啊，对对对，台湾栾树，你看这个有厉害的。其实我们台湾栾树哦，也是四季颜色都会改变。大家有机会的话，我知道文中路那边两房种很多啦，哦，但是今天我们在虎头山公园的一个山顶上，那边也种很多，但是今天我们沿途走路的路啊，好像没有机会看到台湾栾树。你们可以看到它，桥叫半月桥，半月桥还有一个名称叫做什么？叫做状元桥。所以说这条桥只有谁能走？对，大家有没有当过状元？没有啊，没关系。今天走过以后，相信你的人生过程里面，在某一个行业一定能够出人头地。所以说，大家一定可以麻烦去，咱们帮大家拍下好不好？大家来，我们全部都上去状元桥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状元桥你再看一下，为什么会做得这么高手？因为要考到状元不简单了、啊，当然要走得很难了、啊。哎，这没有状元不能走的呢。以前的学子他只能绕过去。哦，哎，刚刚提到中门也只有皇帝、总统。哦，或者是空战才能打开中门，还有这个桥也不是随便能走的，好吧？我们今天开放给各位未来的状元，好吧？啊，先上去一下，体会一下就。但是它很难走，它代表什么？其实你考上了状元，哎，来到孔子至圣先师的眼前，立马起来跟他虚心求教啊，对吧？孔子的知识涵养那么深，你走这条拱桥的时候，立马起来战战兢兢、恭恭敬敬哦。因为你本来就走不快，走快你会摔倒。有龙，还有呢？鱼，对，这个象征，这个图腾的代表，鱼跃龙门哦。鱼跃，这可能在其他孔庙，我今天可能把它介绍的比较说，我们这边的孔庙哦，跟一般的寺庙比较有差异的地方哦，就可能会重点会摆在这个地方，因为我们毕竟时间是有限哦。你看看。鲤鱼跃龙门，传说了哦，黄河的鲤鱼哦，每到春天的时候哦，会逆流而上。但是它逆流而上到了有一个叫龙门瀑布，高多少我不晓得。每次鲤鱼就想办法要越过龙门瀑布，但是多少年来，千万只里面可能就只有一只会跳过去。哦，如果那一只鲤鱼这么越过龙门的时候，会变成什么？鲤鱼啊，会变成什么？化为什么？龙，对，就表示你中举的哦。对，逆流而上也都是我们求学一样的哦，就是本来就是很艰困的，你要努力向上，哎，不停的尝试，总有成功的一天的哦。跃龙门，好，大家不要看，因为回头看这个寺庙的，这个叫做大乘门。这个大乘门有哪些地方跟一般寺庙？你的知觉有哪里不同？这里有窗，柱子是不是？很接近的，哦，很接近的。这个叫柱子。哎，对，我们一定中国传统寺建一定会有楹联，上面一点一下，哦，它泥人的水管，不管你要哪都好视觉，但是。哎，没有银联呢，还有呢，第二个不同在哪里？刚刚讲没有直接银联的话，还有呢，第二个没有什么？啊，人神啊，对，太厉害了！哎，这个我们第一个奖品要送去的，人神，这个厉害，恭喜！好吧，随机拿了，好吧，恭喜，拿到我们今天第一个奖品啊，大家就是老师有问尽量答，只要举手表示公平，好不好？好吧，没有门神，对，这边，好不好？哎，为什么没有门神？
没有赢你。哎，拜托，孔子面前你敢烂到红山，所以没有人会在孔庙写赢你。第二个，孔子不与怪力乱神，所以不会被门神啊、哦。但是以前没有门庭，对不对？那有这两个，这是什么？也可以说是以现在来讲叫门庭了、啊。以前的门庭哈、哦，这个怪兽哈、哦，它有个名称，我不知道听过大家有没有听过龙生九子的传说。龙生九子的传说，传说中国的传说已经很久了。但是有一次，明孝王就问他国内的大学士李隆阳，大学士的是哦，全国知识最好的一个人。哎，请问大学士，龙生九子到底是哪九子？哇，李隆阳大下海啊！我忙着，龙生九子到底是哪九个？哦，因为那都是传说。叫没有正确的一个时机，所以说他们就去赶快去民间去收集一些资料，把龙生九子整理出来。但是龙生九子不代表哦，海龙王不是只有九个儿子哦，哦很多。所以说，也许大家从不同的版本看到不同的名称，但是我们就大概以他整理出来的其中一个版本跟大家介绍。这个叫做焦土，就是说他的个性喜欢闭合，闭合。闭合的人就是半可闭合的位置，你上册人家很贵啊，闭得紧紧的，有没有？哦，焦土就是类似半可闭合，这代表什么？我住你内底啊，我把你门户关得很好，住你内底就安全就心安了。所以说，我们会用这个焦土的一个图腾，哎，它是玄黄，焦土玄黄，这个当门脸哦，很特别的地方。哇，还有来另外一个特别的地方，来看一下。这个穿啊，这个它有人帮解谜吗？这个叫什么穿？它有几边形？八卦穿对不对？对，大家都算得很准哦。但是再看一下里面的细部，哎，这个以前人都没有再注意到，哎，里面包括很多内容。哎，你看一下，这里有个圆圈对不对？刚刚我们看到鱼对不对？你看这个鱼头向下，这个鱼头向上。这个圆代表什么意思？这类似我们，如果你用八卦图去想象的话，太极生两，两生四象。这个鱼头向上，代表阳气上升；这个鱼头向下，代表什么？阴气下沉。好，当阳气上升，哎，你看这两只像龙不像龙的怪物，有人叫魁龙，有人叫它螭虎，哦，那不管它。这只是像龙，但不是龙，因为它没有龙角。哦，看这是这两只龙哦，跟下面也有两只龙。来，谁有办法看出它们两个差别在哪里？哎，这么厉害！来，恭喜拿到我们第二个奖品。你、哎、这个是观察力真的很厉害。恭、哎、喜，这就是我们那个上次的大幸福。那哎，对，好、啊。那问更深的，为什么这两只要背对背？这两边的话是要面对面的，有什么意义吗？这个我们叫做八卦穿，哎，那里面很多的含义呢。哦，因为我们阳气上升的时候，代表天下太平，哎，大家各走各走，要自由飞翔，哦，好吧？但是，你自由发展的过程里面，你像丁老姐，大家如果注意的话，这里叫做一个如意水。哎，代表你慢慢有节同行。哎，卖讲你去代表我哩台湾，还是讲你去美国我哩单位？哦，大家还是要有节同行哦。这里有个如意水。哎，那我阴气向上什么时候代表国家家庭有难，大家是不是要面对面携手共度这些危难？面对面，哦，所以说我们也是会有个如意水，哦，希望大家能够哎有节同行哦，大家能够。等于携手共度这个难关哦，很有意思的哦。你看八卦太极生两哦，两个哦，还有最主要的是旁边这个是什么动物？来，会有人举手？哎，壁虎啊！孔子孔庙的礼物大概送的差不多了，等一下留点在那边的。来，恭喜两位。
六种的蝙蝠了哈，这是我们有点刺舞的意思了，好的，蝙蝠你多看几次，你的福气都转，好吧？好，那接下来我跟大家，我们不仅到寺庙去，或者来孔庙，一般的走法是要左进右出还是右进左出？右进右出。那右到底是你的右还是我的右？你的右，面对你的右，啊，左。你的左。假如我今天假设，我们要用神明的坐像来看，哎，不是说我今天站在哦，我左边进去，不是这样子哦。对，要左边、右边，是神明的坐像哦。到哪里都是，为什么要左进右出？你寺庙的讲法叫左进右出。一般的人一定是进龙门出虎口，对，啊，你要进虎口，保证出不了龙门，好不好？哎，所以我们走，啊，但是我们孔庙跟你讲不太一样的地方，一起进虎口出龙门，要进龙门出虎口，给这讲到有乱掉哦。他是说，你想想，他写的是金生金子的金，生命的生，旁边写玉正，哇，这个若有人讲得出答案的话，太厉害了，可能要送两个。这个有点给我解释了哈，他不要给你们讲到了，一边叫金身，一边叫玉枕，哦，这个一般我们左青龙右白不太一样，于是进门啊，我们家顺便，我们那边刚接到有点窄小，要走的时候小心点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再进，照你的位置，我要进金身，好不好？好，过来要小心点啊。